来了来了，老乡们，你们养的青花椒已经开始采摘了哈。这些青花椒全是我们自己家种植的，这种青花椒有啥？炸青花椒油都好吃得很嘞。想吃老乡搞一点点来试一下嘛。加葱花、火腿丁，加一勺鸡蛋液，翻过来包裹着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葱白末、红椒丝，用热油激发香味。好吃的关键是这个调制好的白灼汁，搅拌均匀备用。最后淋上调好的白灼酱汁，鲜嫩爽脆。紫薯，加勺白糖，一勺牛奶，压成泥，加一把芝士碎，取适量团成球。饺子皮擀薄点。焯好水的五花肉，鹌鹑蛋，一包红烧料，半瓶82年的啤酒。用刷油放入土豆，太。清蒸鱼直接上锅，水开上锅，大火蒸三，放葱花椒热油。五花肉刷油，下一包烧烤店都在用的烧烤料，200秒，放上蒜片、生菜裹着，根本不够吃。